每到夏天就让人想吃冰棒，过往南韩冰淇淋价格调涨后，超商就会推出买冰送赠品或买几个以上半价优惠，但消费者发现今年一样的冰淇淋每个地方的价格都不一样。전체적으로아이스크림이많이비싸져가지고플러스원같은행사를하는데도많이비싸더라고요그래서할인점을많이찾아다니는편인것같아요네동네주변에있는편의점그리고아이스크림할인점에서각각똑같은아이스크림을구입해봤습니다편의점에선2200원아이스크림할인점에서는1200원이면구입할수있었습니다今年7月南韩冰淇淋物价指数同比上涨了 10.7%， 是整体物价上涨率的5倍之多。专家分析，店家故意将定价抬高，再推出买一送一的优惠，误导消费者过度消费，实在不可取。同一时间，市场上还发生价格不变、分量减少的缩水式通膨现象。편의점에서파는혜태제과의만두와동원 F&B 의참치캔일부제품은중량이줄었습니다씹는젤리국내시장1위하리보도일부제품중량을 20% 줄이기로했습니다其他像是知名果汁品牌将产品中的果汁含量降低节省成本想找到百分百果汁制成的柳橙汁几乎是不可能了경제환경이어려워지다보니까기업입장에서는제품가격을올려야되는데또소비자입장을고려하면제품가격은올릴수없고이게이제꼼수인데슈리크플레이션이이제생존전략이라고하셨잖아요이게과하면굉장히기만당했다는생각이큰거죠调查结果显示南韩物价上涨幅度比薪水上涨幅度更大等于实际收入下降上班族要省钱得多方比价或是利用超商的订阅服务原本一杯约台币28块的美式咖啡现在只要半价就喝得到출시이후에이제3주만에구독권이용객수는5000명을돌파하였습니다실제로물가때문에계속해서소비자들의이슈가있었고不只是咖啡，支付4000韩元换算约95块台币订阅，就能享有便当和紫菜包饭等优惠两到三成的服务。今年上半年，类似的超商订阅服务使用率同比增加了两倍以上。이렇게커피나도시락을매달일정한금액을내고구독해서먹고마시는소비자들이늘고있습니다物价再怎么高，排队美食生意还是很好。这间位于南韩首尔的 Bagel 店，午餐时间来取号，前面还有超过100组在候位。但这100多人并不是都在烈日下排队，而是透过手机 App 预约，快叫号的时候再到店里领取 Bagel。더운데안기다리고다른데갔다와도되고실시간으로순서도볼수있어가지고不用花时间等待就能直接拿走饮料或食物最近这样的手机 app 很受欢迎月使用人数超过300万人只是这样的方便服务原本都是免费今年以来开始收取手续费让店家们很担心들이지금뭐다들힘든데아직까지는괜찮지만더올라간다고하면은有的 App 服务手续费要收 6.5%， 卖一杯3000韩元，折合约台币70元的咖啡，就要被扣195韩元，差不多台币5块钱。信用卡结账的手续费还要另外算。依据店家规模，最高每个月收取10万韩元，折合近台币2400元。수요가늘면서이게이제유료화로변환되는것자체는플랫폼들이사용하던전형적인방법들인데소상공인들은부담스러워질거고좀더소비자에게금액적인부분이전가될수있는상황이在什么都涨的时代，消费者要享受美食，店家要维持营运，都得多付出成本。通货膨胀下，只能共体时间。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